毒性已经热力渗入你的皮肤，你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是不是？啊！你是谁？你快给我出去！我是采花大盗采花风，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出去呢？<笑>采花风，采花风不是已经死了吗？采花风不是一个人，是两个。刚才那个是弟弟，他死了活该，有点自私的全让他占了。哼，我这还不高兴呢。可是今天晚上，这角色美人终于归我了。 我要让你尝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界。这个故事教训我们：癞蛤蟆能吃到天鹅肉的故事是骗小孩的。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当小鱼来了，就要马上改邪归正，因为他比你更邪。 没事了，干嘛？采花风都抓了，还叫什么呀？你不是男人呐！我是，怎么了？我现在没穿衣服，你还站在这儿，那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那该怎么办？让我死了算了。不行，你那么漂亮。那你死吧。不行，我那么帅。我不管，我们两个必须要死一个。那你死吧，我去帮你买元宝蜡烛香。喂，我动都不能动。 如果你真的想死，我就帮你。待会儿我就出去大叫：“哎，方烈有个没穿衣裤的姑娘，动都不能动，快来！”在我回来的时候，你死定了。对啊，你太过分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管，我的名节都败在你手上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还问我？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我娶你。我不要。如果换我去娶你，你就一定要了，是不是？你胡说八道。那我知道了。为今之计，我真的也不能不用这个办法了。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我也不会想出这个办法，因为我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啊！你要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当然不是，我要跟你结拜，你叫我哥哥，我叫你妹妹就行了。结为兄妹？有多少人小时候不是大哥哥跟小妹妹洗澡，妹妹跟弟弟洗澡，爸爸跟妈妈洗澡，爷爷跟奶奶洗澡，有什么问题啊？就这么办。好了，赶快拿被子来盖一下吧，我的那里快恢复了。盖好了？不是盖你啊，是盖我。哦。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癞蛤蟆吃到天鹅肉是骗小孩的。过去看看。哎，小心点！怎么样？这么快就死了？哦，师傅，打了他几下，他就不动了。黄蜂尾后针没听过吗？中了这一针，无药可救。师傅，徒弟，想不到我们缘分这么短。 我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我知道，这么大一根针插进腿里，怎么不痛苦啊？哎呀，无药可救，无药可救，无药可救！你有没有药救啊？你有没有药救啊？啊！口袋里有。这才像黄蜂尾后针嘛！徒弟，自己抓药。这一仗，我们一人抓到一个采花蜂，都应该算赢了这局。好，谁找到铁盟主，谁就接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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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侠暂代、哎、等你们三位找到了铁盟主再即位不迟嘛。哎，别鹤不敢当啊。哎，我们八大门派都授意江大侠你暂代啊。哎，是啊，非江大侠莫属啊。不敢当不敢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别装蒜了，走了走了走了。三位少侠，我送你了。不必了，我告诉你啊，猴子爬树越爬越高，丑陋的红屁股就被人看得越是清楚。想清楚啊，这盟主的位子是不是你能坐的？几位，后会有期。怎么，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啊？在下有师命在身，如果一起找到铁前辈，却是谁人当盟主？还是各位籍主的好，请。哎，花。
自己去找吧。去哪儿找啊？根据红叶的记载，有三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已经被涂黑了，就不用想了。就剩两个可能，一是被移花宫所杀，照花无缺的态度来看不会；最后就是被慕容世家所杀，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不会的，我爹不会死的，我爹他一定不会死的。鱼儿哥，生生死死不是我们用嘴巴讲的，是他老人家讲的，我们只能查。哎，我们再去找红叶先生，问他第三个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好吗？还是算了吧，问他，上次之后肯定没那么容易被我们坑了，我看还是去慕容世家查查再说。嗯，好吧，听你的吧，谁让你是我义兄呢？哎，这世上最无趣就是当美女的义兄了，有义务没权利。哎，走了。高湛，你是唇语专家，他们在讲什么呢？他们要去慕容世家，没有结果再去找红叶先生。慕容世家乃当今皇亲，宫里的淑妃就是南海神尼的弟子慕容舒，先祖慕容佛是开国功臣之一，历代受朝廷恩宠，富贵无极。这一代的家长，也就是淑妃的父亲，叫慕容无敌。嗯，此人脾气古怪，武功极高。嗯，两个晚辈去慕容家查探，一定讨不到好处。哦，他们不知道，铁如云就在我手里，只能是徒劳无功啊。倒是这花无缺，要好好对付。移花宫可不是好惹的。据我所知，邀月公主已经练就了嫁衣神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的内功占为己有。哦，非常可怕。我们督主也接近练成吸功大法，可以吸取对手的内力。不知道是谁比较厉害。这就不好说了。哎，红叶先生不是无事不晓。既然你不知道，那我花钱来请你干什么呀？我们红叶世家是一代传一代，你也知道，我刚刚接替了我叔叔的位子，不过三年而已。有些武林旧事嘛，我还得翻他老人家留下的书札，或者是讨教他老人家。有些事情搞不清楚，哎，请你多包涵，多包涵。按说移花宫是从不培养男弟子。可这花无缺是千中挑一的人中龙凤，定有人精心栽培，非同凡响。再加上这小鱼儿，我要尽快知道这两个人的背景。要不就请阁下随我回一趟红叶斋，亲自讨教我叔父。不知甲午日乙亥时，兖州江别鹤，绰号仁义无双，驾临怀柔红叶斋，由摄职陪同。江大侠驾临寒斋，有何贵干？老先生，黄山分别之后，别来无恙吧。哈哈，有心有心啊，快请坐，请坐。小叶，还不叫下人奉茶？是叔父。嗯，老先生，如果有事在身，别鹤不敢打扰，先行告退。江大侠何必客气？老夫翻阅的文稿，正是大侠来访预知的事情。素闻老先生料事如神，可是如何会在别鹤启齿之前便知来意啊？啊，请看。江大侠想要知道的，是不是今届武林大会上技压群雄而又无故败在铁如云的女儿铁心兰手下的花无缺的身世？江大侠
认识花无缺的父母吗？不认识。哦，那你认识这个人吗？他就是仁义剑客燕南天。燕大侠失踪18年了，江湖上还没人见过他。是啊，就连他最后一次出现也没有人肯定知道是什么时候，成为江湖三大悬案之一。燕大侠神秘失踪，与花无缺有何干系？请看这所大府，你有印象吗？这个就是江湖上传闻，男性不得入内，连一只公狗也不得例外，否则格杀勿论的移花宫吧。江大侠真是见多识广，那老夫也就不要再多花无谓的口舌来解释了。花无缺来自移花宫，这事很清楚。据我所知，他并不是两位公主邀月和莲星的亲生孩子。江大侠，那你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那好，老夫就从此人讲起。此人姓江名峰，绰号玉面剑客，乃当年武林公认的俊郎君，也是仁义剑客燕南天的生死之交，拜把兄弟。丙辰年辛亥月乙巳日卯时，燕南天与江峰要剿灭江湖上恶名昭彰的12凶星帮。可是燕南天、江峰中了12凶星的暗算，走，这二人功力减退，只剩下1成功力，被12凶星追杀。封定，你刚才受了老鼠王一掌，还挨得住吗？我想还可多挨一两个时辰。啊，前面有炊烟，你先去借宿。哦，记住，闭气堵住天机、天玄两个大穴，不要让毒气攻入人脉，就不会有事的。我去给你找解药，吃了就没事了。还有，千万记住不要喝水，否则毒气攻入内脏，就无药可救了。嗯，燕大哥，这次连累你了。杀尽天下奸人是我燕某平生所愿，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保重。嗯，后会有期。保重。你中了我的鼠毒，还是乖乖的受死吧。12凶星帮为祸江湖6年，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江峰就是死也要与你们同归于尽。就是老鼠王，这个洞真的像被老鼠咬过一样。多谢姑娘。移花宫向来不救人的。姑娘，请乖乖三支飞镖，我老鼠王明白姑娘的意思，不会在贵府门前杀人，杀人也会走远一些。任何人破坏移花宫的一瓦一石也是死罪。啊，我赔罪，我赔罪。我说的是死罪，不是赔罪。你中了12凶星幻影阵迷药，再加上鼠毒，记着，
必弃读着天机天玄两个大学，不要让读攻进人脉，再服藏红花蕊便可解毒。多谢姑娘，在下江峰受了此伤，本想借宿贵府，好待陆友送药救治，不知道原来是移花宫，请恕罪，在下就此告辞。不能走。姑娘，在下江峰。你如果不服解药的话，十二个时辰之内你就会没命的，你知道吗？多谢姑娘好意，在下知道移花宫从来不收留外客，尤其是男性。江峰就此告辞。姐姐，快过毒给我，快呀！姐姐，一个人消解剧毒很辛苦，让妹妹跟你一起分担吧。不用你管，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姐姐。没事了，星奴。大公主，星奴在。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江公子，不能让他受凉。是。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请大公主吩咐。在今后的十二个时辰，无论江公子怎样可恶，也不能给他半滴水。奴婢知道。姐姐，你吸取蜀毒动了真气，让妹妹跟你一起运功复原吧。好。公子，你醒了。姑娘，这里到底是哪里？这里是移花宫，我们的大公主和二公主救了你回来，你受了很重的伤，还染了很重的毒。哦，是他们收留了我吗？不只是收留，还替公子吸取了身上的毒液。真是感谢两位公主。姑娘，我想喝水。公子，大公主吩咐过，你不能喝水。但是我实在很口渴，很难受。公子，你真的不能喝水？一点都不行，你看我的嘴唇都干裂了。公子，你要十二时辰以后才可以喝水。如果姑娘不给我水喝，那就说在下无礼了。哎，公子，公子，你回去吧。公子，公子，回去吧。啊，公子，公子，公子。玉奴，你闯大祸了。青龙姐，她怎么了？哎呀，你行不行啊？
姐姐，你用嫁衣神功把他喝的水全部吸了过来，这样功力会大减的呀。我心甘情愿。姐姐，我们必须闭关重新修炼，不然你十年的功力就等于白练了。不要在下人面前说这些话。知道了，大公主，奴婢知罪了，奴婢该受惩罚。你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吗？应该受到多大的惩罚？不过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今天饶你不死。奴婢谢大公主不杀之恩。你们两个听好了，我跟二公主要入关三七二十一天，这儿就交给你们了。是。还有，从今夜起，你们俩不许以真面目跟江公子见面，只能戴面纱，也不能跟他说话。是。好，现在把手伸出来。你们放心，这不会要你们的命的。妹妹，你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星奴月奴，你们听着，你们已经植入了移花宫的手工纱。你们看，如果这红色小豆失去颜色的话，就表示你们失去了童真。移花宫的规矩是不允许女婢失去童真。我还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俩抢了我喜欢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奴婢知道，奴婢知道。给，这是藏红花蕊，每六个时辰给江公子服两钱。是。等到这个铜壶的最后一层水满了，就是六个时辰。这事儿绝不能耽误，否则江公子就会没命。月奴一定准时为江公子服药。好，月奴、星奴，你们俩是我从野地里把你们给救回来的。平时我把你们当成是我的妹妹，在宫里我也是最疼爱你们的。大公主养育之恩，月奴没齿难忘，奴婢感恩不尽。料不到这一盆清水撮合了花月奴和江枫的姻缘，哎，是缘还是孽呀？姚月和莲星入了关重修内力之后，花月奴一道公主吩咐，每天都依时喂药。就这样，到了第二天的黄昏。花月奴愈早一刻已来到客房，怎料发现躺床上的江枫不知所踪。江公子，江公子，江公子，去哪儿了？江公子，江公子。江公子，姑娘，江公子，姑娘，我究竟昏迷了多久？刚好两天。应该怎么称呼姑娘？奴婢叫花月奴。月奴姑娘，请问我怀中的两本书在哪里？江公子，
服药的时辰已到，我们不妨先服了药，然后再找那两本书也不迟啊。那两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绝对不能遗失，请月农姑娘归还给我。可是如果不服药的话，对您来说会更不好。如果你不归还给我，恕难从命。实不相瞒，奴婢真的不知道那两本书的下落。那是谁拿去的？是不是怡化宫的两位公主？他们在哪儿？两位公主已经入关了，21天后才能出关。请公子先服药吧。姑娘一直照顾江峰，没理由不知道那两本书的下落。那两本书是江峰家传的剑谱秘籍，万万不能落入别人手中，请姑娘行个方便。这一吻开始，江峰与花月奴从此就分不开。得到星奴帮助下，月奴取回江峰宝剑与江氏剑谱，并且逃离一化。全了，这儿的天空好美呀！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天空了。现在，它是属于我们的。不只是这天空，还有这小河，和这片大地都属于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做一对默默无闻的夫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再涉足江湖，再也看不到那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人。我们就在这里拜天地。江峰对天起誓，愿生生世世爱护月奴，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愿皇天厚土，共建我心。月奴生为江家之人，死为江家之魂。愿与君生同金，死同穴。江大侠，你认识江琴吗？没听过。红叶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江琴这个人的资料红叶斋是没有的。以红叶斋的江湖地位，居然取不到此人的真实面貌，真是难以想象。红叶老先生，江琴只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江家书童，又不是武林人士，也难怪无人知道他的模样。江大侠，江琴是花无缺小鱼儿身世的关键人物，绝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家童。哦，那他是？听老夫道来。江峰带着月奴到了金坛镇，足智找到了书童江琴。少爷，江琴当然很欢迎他们两人。江琴家已没有其他亲人，只有一位80高龄又盲又痴呆的祖父。祖父气促，奴坛上10个月后，月奴即将临盆，
那一天，江青突然跑到江氏夫妇房来，不便红白二世急于义务，所以我有个主意。青儿，你说。江青背祖父到镇中的慈航寺，好使他老人家安乐归天，然后再找个隐婆回来为夫人助产。要你这样做，江峰实在过意不去。哎，少爷，何必客气呢？就怕今晚江琴赶不回来做饭。啊，没关系，我随便弄点就成。好，那天色不早了，江琴就此告别。那请你尽快成行，令祖大人必定吉人天下，药到回春。青儿真是有孝心，这样的书童世间难寻呐。我们从移花宫出来都十个月了，他一直收留我们，真是菩萨保佑。应该感谢我们江家的祖先，先人积福，后人享福，可能是派江琴来报恩。他日产下灵儿，一定叫江琴做干爹。要是女儿呢？哼，与他指腹为婚，嫁给他的孩子。人家还没有成亲呢，你也太痴心妄想了。如果是一对孪生兄弟姐妹，大的一个叫燕南天大侠做干儿子，小的那个叫江琴做干儿子。燕大侠就是你常说的那个仁义剑客。正是，十个月前诛杀十二凶星的大战中，我们都是中了毒气，才给老鼠王有机可乘。失散之后，我四处打听，终于在前天知道燕大哥正在金陵秦淮河夫子庙进修，于是我就飞鸽传书告诉他我们在这里。以燕大哥的轻功，一天便会赶到，先见故人再生灵儿，真是双喜临门呢。相公，你就不怕飞鸽传信途中被移花宫的人截住，两位公主追寻而来吗？娘子，你太过杞人忧天了，飞鸽向东，移花宫在西面，怎么可能被移花宫的人截住？如果移花宫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除非是有人告密，你放心吧。是我多虑了。龙大王，这个人就是燕南天。好，胡大王，咱们复仇的日子到了，让他尝尝江湖上从未有人可解的万毒归心的滋味吧。好。相公，相公，啊，要生了，要生了！玉奴，你忍着点，我请镇上的稳婆过来接生。不行，没事，没事的。我，你躺下，来。我要生了，相公。没事的，放心吧。我怕，我害怕呀。相公，别，没事的，离开我。娘子，你看，我们真的生了两个小孩，你看多可爱。长大了一定要教他们武功。相公，你看，公主，江公子，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两条小生命刚刚出生，姐姐。我们应该来的正是时候才对呀，好让你亲眼看到月奴的亲生骨肉。大公主，奴婢甘愿受罚，请你不要伤害两条无辜的小生命，奴婢感激不尽。月奴，你已经不是移花宫里的人了，
何必向他们求情？两位公主，江峰的性命是你们救回来的，此生此世不会忘记。想不到爱上移花宫里的人竟然犯下移花宫的宫规，一切罪责都应该怪在江峰的头上，与月奴无关，更加与两个小生命无关。凡是我要的，别人不可以夺取，除非把我的命夺了。要是夺不了我命的话，就让我来夺他的命吧。邀月公主，你的爱实在太自私了。什么爱不自私？大公主，你不要杀他，杀我好了。大公主，求求你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着相公死去，孩子一个一个的也死去，然后你含着怨恨离开这个城市。你这妇人太阴毒了。月奴，你什么都没有得到。星奴是把叛笔的尸首给收拾了，化尸粉。还不化尸？早了，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移花宫。青奴，是。你还剩下多少化尸粉？还有大半瓶。都倒在那两个孽种身上。没听见我说话吗？奴婢知道。姐姐，死比活愉快得多，干嘛让他们死？让他们活着，活比死更痛苦。姐姐，你看这个小孩子，像不像江公子？这个才像。那么移花宫就收留这个，那另一个呢？送给燕南天抚养。燕南天叫什么仁义大侠，接到江峰的儿子一定会严加管教，养育成一个天下最仁最义的侠士。18年后，一个正派少年与一个邪派少年相会，正邪不能两立，生死之战，相互残杀，杀死兄弟，后悔莫及的表情，不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吗？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好。Thank you.
公邀月公主在杀江峰之前，曾洗劫过江南一个大钱庄。他向来不求富贵，要钱何用？想来，一定是用来买消息。所以，这个江琴就是出卖江凤夫妇的人。他告诉邀月公主，江峰在哪里。这江琴得了一大笔钱，又练成了江峰的家传剑法，武功虽然不是绝高，但凭着他的过人的交际手腕，在江湖上打拼了多年，终于也混出一个高尚的名头。老先生果然是江湖白晓生，无事不通啊。不错，我就是江琴，江琴就是我，江琴就是今天仁义无双的江别鹤。陪着你走过五彩斑斓的世界，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谢谢你的告别，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也许因为我的天资不够，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两个人无话不说，再到最后陌生，我想我都可以去忍。路上的灯看着我们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希望有个人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半生。原来我一开始就陷得那么深。